是那时候连门口外都没有玩冰刀。可是他们有个小小要求，就是不吃海鲜。在槟城不吃海鲜就错过了很多。The Chinese doesn't make sense, so yeah. Oh. Oh. Oh, come on, who's here?Oh, you want?青石桥逛逛，Thank you.
坚持一盘一盘炒。小时左右，普通辣，普通的，这普通辣我们呢，拍的比较辣。吃饱后继续逛槟城景点。离开城市，去到山上。寻找猴子，是一个靠吃叶子戴着眼镜的猴子。是在 Benning Hill 山上的印度庙，我们进去看里面是长什么样子的。Thank you.
传说中很难遇到的眼睛实业猴。下雨也别怕。机场睡一晚是什么体验？现在是凌晨的1点，我们在机场 Airport
工人们在清理机场。Tomorrow， 早上6点就来客人了。这个巴士进城市才几块钱。来这里简单吃个早餐。半生熟鸡蛋配面包。吃饱早餐后，来到最长咖啡。We had a really good tiramisu in McDonald's. McDonald's, wow. Yeah. The ice mocha? Yeah, ice mocha.
Penang。离开槟城，打北海，短的火车来喽。